大家好，我是大胖。今天天气挺不错的，过来看一看啊。水也挺清，寻思下再潜个水，摸点东西。最近好久没潜水了，这边也没有人过来，看今天收获怎么样。下水了。准备下水了啊！Thank you.
弄点耳朵。一共弄了这么多，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今天的收获啊，发财了，今天发大财了，大胖今天是走了，太凉了，衣服在身上穿着不好受，里边好像进点水，今天潜水摸的。深的地方我没敢去，没这个水平，不冷，也不大冷。现在穿什么都可以，就脸上多长时间摸这个水？来了几个小时？4小时了。哎呦喂，就蹭了4小时。